近日有媒体拍到马伊琍与神秘男子约会，两人喝酒聊天，男子帮马伊琍整理头发，马伊琍顺势抓住男子的手并放到自己的脸上，看上去十分亲密，恋情疑似曝光。就此求证马伊琍方工作人员，对方暂未回复。随后媒体爆料，马伊琍新男友是比她小18岁的吴昊辰，曾出演过《欢乐颂》应勤一角。媒体求证吴昊辰工作人员，对方否认。昊辰跟司令都3个月没见了，开什么玩笑？